说什么？接下来这首歌叫《Bobby》。我昨天还有点时间，我要玩一下。昨天有看那个小纯的那个团举手，人就变少了。昨天很多互动梗他在台上那边讲说什么“高高一一个 day” 是吗之类的，然后下面就“一颗一颗”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好羡慕我都不能做这种事情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可以玩什么梗？可能就是，正阳的鼻孔，吃过一吃过一这样吧。我想，对啊。郑宜农的鼻孔，真的，好，来这首 Bobby， 谢谢。求求你，做我最好时机。